享乐在工作的态度。大家好。感谢最妖艳的老板娘，还有最帅的老板，还有我的好朋友伊珍妹妹，还有我的最新的那个很秀的那个我的助理静怡妹妹这样子。感谢各位同事的那个捧场支持啊。虽然说我有时候不停的秀出很多的利多啊，譬如大促销什么这样子啊，同事有时候不是很捧场，都是我自己拿，有点不好意思啊。希望同事以后记得哦，只要有这种的案件啊，包括我们主任部的同事的话哦，你们都可以来做奖金，一起大家一起 share。讲到我今年的这个数字哦，说真的是有点我自己也不太习惯。其实我那个月的时候，我只想突破一个100万。因为我很久没有突破100万，包括月初、年初的时候有嘛，还有年终的时候，那后来一直就是这样子，90几啊什么的话都没办法跳100，所以我那个月一直想要跳100，就一直跳不上去，就觉得自己很奇怪，差一点没有去跳水这样子。就后来呢，就是以前有合作过的那个同那个学弟，他们是永庆的。忽然之间就来通电话，就我们就这样子成交。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保持你这个跟业界的互动啊，制造一个好的这个人脉关系。有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各方的朋友都会想到你，跟你那个 Q 一下这样子。感谢同事，祝大家的话年年都发大财，谢谢。